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闯王公司最新生产的7.5千瓦的柴油加热冷热水机。这个机器的压力能达到300公斤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。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机器，外观是不锈钢制作的，然后顶上有一个排气孔，然后还有两个油箱加油孔。这个油箱的总尺寸是38升，然后这个机器呢，它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这个出冷热水的这个出口，然后还有一个外接水源的这个管子，前端有那个过滤的，然后电源是380伏，3相电，3火1零，火线不分顺序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实际压力和效果。这边呢，我们准备的有这种工业上一般会清洗用到的这种油污很重的零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它洗完是什么效果。像这种重油污一般都得用热水洗，冷水效果不明显。好，我们把机器给送上电，然后呢，这根管子是10米长的，但是如果有需要可以加长。这个后面是它的操作按钮和一个温度调节的这个旋钮。好，我们先出一下冷水，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压力。已经接近320公斤压力。然后我们下面加热。已经在加热，我们把温度调到150度，关停。这个机器呢，设计还是关枪停机，停止加热，停止泵水，开枪，然后水泵工作，开始加热。好，我们开枪看一下水温。好，我们开始清洗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效果很明显啊。我们这边是没有洗过的，这个角度用的这个喷嘴的角度是15度角。这个机器配发的时候是有4个喷头，一个是0度、15度、25度和40度角的，根据你要清洗的这个东西不同，你用不同的角度这个喷头。好，我们继续洗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已经能看到里面那个金属光泽了啊，很干净。后面这一点是没有洗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油污很厚。好，我们继续冲。关枪停机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出热水的压力啊。好，开枪。哦，这个是没水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水了。好，我们加点水。停水之后，这水泵就抽不到水了。这个机器呢，它里面是极热式设计的，它是无锅炉的，就是只要你一加热，基本上是在几秒钟之后就可以出热水。里面的盘管全是不锈钢制造，不会说出现生锈，甚至用到最后出现漏水、泄压的情况。好，我们水加好没有？好，我们水已经加好了。我们冲另外一个零件。力道太大，好，我们冲一半，好，看一下热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轻松的能把这个油污去掉。这个热水的温度能达到100度左右。好，我们继续冲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频刚刚没冲之前和冲之后的效果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油污清洗得很干净，这个很厚的油污，我给拿一块冲掉的油污看一下啊。这是没有冲的，这是冲之后的。这是清洗之后的，这边是没有清洗的。我可以看一下这厚度，这面是冲了一下。好，这就是闯王公司生产的380伏电驱动，然后柴油加热的7.5千瓦的高压冷热水机。这个机器主要用于工业清洗、重油污清洗。机器内部盘管纯不锈钢制作，外部不锈钢制作。外接380伏的电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